不过跑粉是不敢在这儿吃。这是个正压的，这里面呢都是一些凤眼负压。负压的好处是什么呢？就说因为你这个东西它这么高这么大，它中间连接是靠法兰连接的，就是法兰虽然有密封，但是如果正压的话，就是肯定从这空气里面把它变成去，这样的话跑粉外面跑粉。但是现在原则上是用的是负压，为什么呢？就是下面一个电风机在下面，然后它抽是从上面抽过去，所以说这里面的是一个负压，这个负压就是外面。